镜头讲清楚，说。我讲实话嘛，我这个有追求过连静雯。他有没有约你去他房间看 DVD？ 有。我也无咧介意，咱决定的。啥也无斗阵啦。嘿啦。你当阵是不是你有一个姘头啊？他那时候这样反应。够了，通通干啦，通通干，通通干完通通吐，通通吐啊，通通吐，通通吐完通通瞎，通通瞎啊，通通瞎，通通瞎。锤干什么呀？锤。这入戏感吗？镜头讲清楚，说，我讲实话嘛，说，那个是在我认识我老婆之前，那我证明对，我这个有追求过连静雯，当初你对啊，那个时候其实那时候是怎么样？那时候我记得那一年是我生日。然后我那时候还在帮三立出外景，小高，结果一去我会被杀死，不会不会不会，我跟 Vicky 都没有怎么样，这我老婆知道都愿意，我之前的这一段，哎，了吗？哎，聊聊聊，那有六七年前了吧？拍完达那个是99年的事情，还记得的这么清楚，因为他脱裤烂了，我没有。为什么会追他？有追到吗？因为那之前哈有没有追到？没有嘛。人家不羞让我啊！来，不是。之前哈，我们去垦丁玩之前，我们是在北京拍那个《达摩》一个连续剧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是这样子认识的。我在那个时候对他产生好感。哦，他有没有约你去他房间看 DVD？ 有。只有这一招了，你都不让我用，我还能用哪一招啊？没有成功过，没有。那你要换一招啊！每次 DVD， 你急的我都看得出来。你知道吗？我那个时候追他还煞费苦心，你知道吗？真的，用了好多招式讨他欢心呢。你晓得吗？记得吗？什么招？记得有一招，哎，把那个杯子拿过来，纸杯好吧？我记得有一次啊。我为了要逗他笑，你知道吗？结果就是弄了两杯水，嗯，你知道吗？我要从远处端给他喝，那时候他还蛮感动的，你晓得吗？我是这样子，哎，连静雯，我倒水给你喝。好啊。哎哎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哎呀！你这什么土招啊？这招怎么会罚得到马子？有一泼里面全部都是卫生纸，你知道吗？结果一泼，哎。他生气，你知道吗？追我要打我，要追那个广场一直跑，因为他吓一跳嘛，他以为这一杯也是水，结果这杯里面全部都是卫生纸，我就哎呀，然后他那时候这个反应够了，这种感觉是其中一招，对不对？对，还有呢，也就是看 DVD 跟这个泼水这两招。老实的男人可以用这两招。他为什么这样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哎，您都唔直接讲白的问题。对啊。好，你为什么？讲话不咧介意，咱决定的。啥也无斗阵啦。嘿啦。啊，人家拢娶某啊，问。不要紧啊。我是问迄当阵的代志。迄当阵我未记得先过以前啊。你是不是？迄当阵是不是你有一个姘头啊？一个。他是你骗我的？没有。我觉得呢，他认为我是一个很好的人，可以当很好的朋友，但是要交要变成男女朋友的话，可能不是他喜欢的这个型，对不对？太乖了，还是太平淡？不是，我是不是想你就说是嘛？是。我觉得那个，我觉得问题出在哪里，你知道吗？出在两个字，你没有恒心。不是我不喜欢勉强人家嘛，人家明明没有，还是讲跟我在一起，对不对？哎，这是死缠烂打，胖胖的行为，你不会这样子。你看我们现在不是很好，还是朋友。对啊。如果说回到从前了，你们以现在的智慧，你们两个愿意在一起吗？
我才不要嘞！对不起，让我先讲一下。又再重逢，哎，你们就跳一支舞好了。跳什么舞啊？你不是会跳论吗？对啊，没有，是不是会跳论吗？不是，是那时候我去他房间看 VCD 的时候，他看了一部《大家来跳舞》，就他常在节目中耍的那个。小一点，我们来跳舞，对。对。有嘞有嘞。不会跳舞。不是，等一下你先笑一下。你叫我跳。小刚，小刚示范一下。怎么跳？简单嘛，对。一二三四，你再多勤一点，出门。对林小姐，对她，再对她。不要了。你们那个摩天轮有三大酒友啊，你们两位跟那个林伟君嘛。还有可丽，其实不止三大，可丽君是谁？我觉得可丽苗可丽，对啊，可丽君，可丽君是谁？没有，洗碗机三个吧？我觉得我们整个 team， 我们 team 都蛮爱喝的，而且我们还有我们自己发明的酒一种泉，什么泉？怎么样？就是因为我们每个都有封号，他像他每喝必吐啊，我很爱吐，所以我们都叫他通通吐啊，通通吐，通通都吐。那我喝了就很喜欢干杯，我就叫通通干。然后伟君是喝了就很瞎，就叫通通瞎。红恩是什么？通通肥。他是什么？通通通通哭。来啊，你们两个出来现场玩一下给我们看。说你是通通虾，那你要有个动作。他虾是这样。林伟君就对。对对，他的虾是这样。通通虾，通通虾。对。上相是什么？他是通通跳，他喜欢跳跳舞。那你当通通跳好吧。通通跳。要跳舞，不是这样子跳而已，要有动作。他很喜欢跳，像像像丽文嘛。还有限制招数，就像丽文虾是这样子。对，像丽文他出去很喜欢跳。像丽文，那你就我没玩。像丽文。像丽文是什么？像丽文请出来。那啊没有，那你就像丽文通通跳。我不要。好。那你通通，还有谁？我红恩呢？通通肥。通通肥。好，那肥是什么动作？你要有个动作哦。好好。好，那比如我先开始，通通啊，通通干啊，通通干，通通干完通通吐，通通吐啊，通通吐，通通吐完通通虾。通通虾啊，通通虾，通通虾。锤干什么呀？锤！这个入戏干嘛？他这样对耶。对啊。他讲萝卜真对啊。再一次，你为什么要这样？再一次，预备起，通通虾呀！虾为什么？对啊。通通虾呀，通通虾，通通虾完通通跳跳，通通跳，通通跳，通通跳。不行，他要喝酒。他这样对呀。他没有办法融入，不行，融入痛苦的回忆中。他一次就好了，再陪你来一次，再一次，大家陪他一次。哎，三四，通通虾呀，通通虾，通通虾完通通跳，啊，通通跳，通通跳完通通肥，哦，通通肥啊，通通肥完通通哭，没有哭，你要有，你要有另外一个人。我又被洪恩弄到了。刚刚你叫 Angel， 是。我很佩服你们，就是演台语剧同时还可以加英文，是常常有，尤其是上一档花哥的本，他很喜欢做这种特别的 slogan。对，我是永远记得那个，我和你系列里 impossible。完全是那种，你搞什么？对，你搞 get out。对，是很生气的时候，常常台语式的英文。对，还有我跟国宾哥，我记得跟他就是两个讲，那要。他欺骗我，被我发现，我还要很难过，说你也已经可以 ，I don't want。真的，你也已经可以 ，I don't want。真的，我自己那一天我笑了五次。那对啊，你们在演的时候很想笑。当然自己，你们听了好不好笑？可是，但是一定要讲，一定要讲，而且要很震惊的讲。对对，但我觉得很专业了。居然来一段。你去我的 office 提我的 passport， 今天要出国一趟，这样也有。对对对对。